看上去好像挺有意思的呢。好像是挺有意思的，让我看看。今天的节目是小红帽哎，吃辣鸡，要不我们也去参加表演吧？好啊好啊，我们去参加。不过表演之前，我们是不是要先排练一下呀？嗯，我们现在就去。戏剧秀，胖乎乎，你听到没有啊？嘿嘿，听到了，小鸡们要排练什么小红帽去参加表演。机会又来了，走，抓进去！四代祖先保佑，这次一定抓到鸡。中大鸡，你快点儿。我突然觉得我是不是有点不适合呀？放心吧，你一定可以演好的。啊，真的吗？可是，你看我这个身材，再看看我这个大肚子，还有我这个肥屁股，就我这种臃肿的形象会吓到观众的。我看还是算了吧。别这么想，演戏需要的是激情。激情？那你为什么不找小龙啊？他最激情了。你是说让小龙来演吗？小红帽，跟你外婆一起燃烧青春吧。不过想想他好像是激动过头了。就是嘛。好了好了，别想多了，我们去木屋排练吧。激情？基地，等等我。小高高，这次我们怎么抓鸡呀？嘿嘿嘿，我有一个妙计。好主意。听着，现在只有熊大鸡一个人在家，正是我们下手的好机会呀。冲啊！这个熊大鸡是越来越不好对付了，先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。哎，那儿有个箱子，就藏在那儿吧。这该死的肥鸡吃得跟猪似的。笨蛋，吃得肥有什么不好啊？这样想想也对啊。我们终于可以吃一回鸡了。你去那边找找，快点把他们的剧本找出来。有吃的，吃鸡之前先吃个开胃菜。真是刚刚不注意，被我发现了，原来在这儿。水，原来他们是准备这样演呢。水，给我水。可以按照剧本继续演下去。给我水，别吵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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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好漂亮啊！好香啊！对了，我得赶紧去小木屋那儿找外婆去。好累呀，不过终于要到了。哎呀，鸡丁怎么还不来呀？这也太没效率了。哎呀，不行，我得去看一下。哒哒啦哒哒哒哒哒哒。鸡丁来了，胖乎乎，你还不快点过来呀？哦，我还没看完剧本呢。笨蛋，还看什么剧本啊？还不过来抓鸡？来了来了。鸡丁来了。等鸡丁一开门，我们就把他抓住。小高高，你太邪恶了。笨蛋，就按我说的办。外婆，我来啦。快躲起来。外婆，
小红帽啊，快进来吧。嗯，那我进去啦。难道我走错了？嗯，再去找找。哎呀，树哥哥，鸡丁跑了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哼，跑了一个鸡丁，不是还有胸大鸡在我们手上吗？嗯，没错呀，就是这里。刚刚估计是外婆不在家吧？外婆，外婆，我是小红帽。鸡丁又回来了，还愣着干什么呀？你快躲起来！是，可以先找个地方睡觉。外婆开门，我是小红帽。小红帽啊，你进来吧。哎呀，小红帽，你怎么来了？哎呀，外婆，你的声音怎么变了？哎呀，我感冒了。声音好熟悉呀。是树高高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外婆，我来帮你治病吧。啊！医书上说，针灸可以治疗感冒。嗯，嘿。我好了。不行，一定要治本。要排除感冒病毒，最有效的还是以毒攻毒。来，把手伸进去，一下就好了。这，要不换一个疗法？放心，一点都不疼。这，为了能吃到鸡，只能忍一忍了。要吧。奇怪，理论上来说应该好了呀，可能是个人体质不同所带来的效果也不同吧。看来只有给你用冰块治疗法了。把头转过来。一定要这么冷吗？治这个病一定要用冰块的。来。再来一口。嗯，没冰了，来回几次太麻烦了。哎，对了，应该没那么快结冰，休息一下吧。冲啊冲啊！我要把你做成全鸡宴！我来了，我来了！笨蛋，你怎么现在才出来呀？等会儿再跟你算账。是。嗯，活动时间到了。树哥哥，我们不会就这样败了吧？当然不会。我还有最后的杀手锏没拿出来呢，先把门窗封住，防止鸡丁逃走。树哥哥，如果我们这样干的话，我们还吃什么呀？这个你不用担心，就算是只剩一个鸡屁股，我们吃了也算是吃过鸡了。好好，鸡屁股，鸡屁股一定很好吃。要引爆炸弹啦！嘿，喂，树哥哥，这个是不是你们的？哦，对对对对对，是我们的，是我们的。哎呀，鸡丁可真乖呀，拾金不昧呀，表扬表扬。树哥哥，我们都这么熟了，不用客气。
好了，拜拜。啊，好，鸡丁拜拜。这个鸡丁真是好孩子呀。是啊，是啊。鸡丁，可恶的鸡丁，你给我等着瞧！想跑，我一定要抓到你。挺起胸，别再犹豫，在大草原上驾驶着轰炸机。睁开眼，这是哪里？正待在鲸鱼肚子里。